不要先走吧，给我这个，不要，都没对手，你看太无聊了。都是些老人。
不好啊！不灵。
不用买啊，那不用买啊，我感觉这双眼睛会超小的哎。打头发之前要直接打，他的上线时间没上完，他不能来。哦，为什么不能跨区？有时候不好，不是吗？对啊，跨区没多啊。没有，他有区域的。对。他手机先放他那一区，人家过来之后再回去。但是你要接单啊。没有，他有接单率啊，而且还有奖金的问题啊。对。把手机放了，然后人家过来区，这在走啊。走起来了。想说他说不能跨区的。对啊，因为他跑的时候没办法跨。他们之前跑那个轮椅的时候，曾姐姐常常快跨来跨去找。没有什么跨，他就越骑越远，跨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曾姐姐想去啊？他说：“你接单，你们要吃受不了。”去。来吸烟。不要吸烟。吸烟啊！你不在家里。没有。姐姐投胎了一下，他说：“你要是今天敢抽了一口，你今天的奖励就没了。”是要亲口抽烟嘞，不是我亲口在抽烟嘞。干嘛？那干嘛抽一口？要就抽两根的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有道理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对。那你看不出来啊。喂，你在哪里？在哭哦、喔，干你一喊，我然后哎站起来看一下，靠腰嘞。
哦，你哦，你说那个蒙甲大道那一家、哦？哦，靠腰了。我想要你讲到了，我想要他们说你到了，我想要打个电话去问一下你怎么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都快结束了。是啊。谁？你说谁？你说谁？他们有在啊。对啊，你得对，明天再问起来喂。嗯，好，喂。真笑了。靠腰，他等下会跟你们联系。小珍呢、啊？对啊，他说他没有啊，白木他排蒙甲那一间的啦。然后他跑到明哥那边那一间啊，他要拍啊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在哪里？”北南。对啊，那怎么都不是？他去不是这一间的。对啊。对啊。美而美容东方美跟飞象。对啊，看了一下，哎、欸，不是。他准备找个红包来照你一下。他好像说他明天会跑 Uber， 所以可以随便飞。全空，我们的超干净。他们需要外带。可以啊，可以打包汤啊，回去慢慢喝。还不错啊，你还可以加料，谢谢。对吧？像你们有在煮的，就可以回去打包东西啊，打包来煮。我不会煮。那就当火锅一样啊，全部丢下去就好了。小珍说晚一点，应该明天是找你们的。那刚才我不知道啊，他刚才就点名你们两个、啊，说你们明天会在哪。我说啊，他说算了，晚一点自己跟他怎么联络。因为他下班后才跟你们联系。有，看一次。然后以后啊，要不要把汤打包回去慢慢喝？一根多少？一根多少？三五。哦。我要包。What the fuck？ 呀，屁事。
在深处。怎样顺手？哎呦！给谁？谁付了？找钱。没钱，这句话。你好，我想跟你换个钱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你。啊，再多换两个五十。再多安得安呢？四张安两个粒。嘿，安尼一千。OK。哦，对。安尼我提走啊。好。哦，感恩啊。我还以为你要讲看到小虎牙。我就被你做黑了，我被你做了，刚才因为啥？对，那个。OK 啊 ，OK 啊，我这边都是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没有，那看没有。那锅汤可以顺便帮我打包吗？这个吗？对。对。不好意思。啊，能帮我加点汤是最好。我只要汤而已。不好意思、啊。